再说一遍，今天晚上你必须得死，不管你杀不杀他。你真的不怕我杀了他？我只在乎你。现在我已经很生气了，我不想再问一遍，请你回答我刚才的问题。我们在找。
影阵。对不起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是秋静所发？难道王小杰？知道刚刚的情形，我只有这样做才能够救你。少来这一套！看看你刚才那副冷酷的样子，你还让那个女人再用力一点，你知道吗？她要是再用力，我的脖子就刺穿了。我知道你讨厌我，平时你对我和颜悦色，就是因为看在我叔父的面子上。其实，你骨子里就是想要我死。为什么？我为什么想要你死？因为你说不上来了，那就让我说吧。你知道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越是表现出对你的关心，你得救的机会就越小。他会以你为质，胁迫我做很多事，最后杀死你，然后消失。你知道，我最不愿意被人胁迫，当然，更不愿意看到你送命。现在你虽然受了一点轻伤，但是我却保住了你的性命，不对吗？你别强词夺理了，你在为自己找借口。一切我都明白了，你根本就不在乎我，也不关心我。你走，你给我走，我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你。好啊，我正准备要走呢。说走就走啊？怎么了？改主意了？我知道你说的是对的，我也知道只有这样你才能救我，可是我总得把委屈喊出来吧。刚刚那么危险，不能连哭都不让我哭一声吧？而且这又没有别人，只有你。现在哭够了吧？差不多吧。那走吧。去哪儿啊？追踪了两天，还真有些收获。哎，这是什么呀？是唐报。唐报？嗯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就是兵败东夏石谷之前，由王小杰经贺兰义转发给朝廷的那些唐报，原来被这帮坏蛋给扣住了。不错，确实是经贺兰义发给朝廷的唐报，但是所发之人不是王小杰。什么？不是王小杰？那谁还发过唐报啊？是秋静。秋静？就是那个崇州刺史？嗯。可他不是先大军于死地的罪魁祸首吗？事情恐怕没有这么简单。哦，那我们现在去哪儿啊？还记得那天在峡谷里见到的那个虬髯大汉李凯固吗？嗯，记得。
我们约好三天后在峡谷见面，我想他能告诉我一些事情。啊，你还真相信呢？你以为他真的会去？一定会的。是山里人家。哎呀，摸着黑走了两个时辰，终于见到火光了。假的，假的！大汗，别瞎说。假的，假的！大汗，假的！大汗，曾太啊，是。现在该有四更时分了吧？差不多。如此深夜，平常百姓是不会点火的。可是恩师，这点点火光，不是老百姓。又会是谁呢？不知道。我们下去看看，记住，小心为要。是是。走，快点。好好看看，这些人是不是学习东柳林镇的那些土匪？弟兄们，今天这一票干得痛快，踏平东柳林镇，杀光镇上所有的人，钱财不算，还得了这么多女人，这下大家可有的乐了。下窑洼村，啊，下窑洼，这你们都听到了，这些土匪明天就要血洗下窑洼村，我们必须在天明之前赶到那里，通知那里的村民早做准备。可是老爷，咱们连那个村子在哪都不知道啊。肯定就在前面，否则这些个土匪绝对不会在这里宿营。哎，是啊，要不要通知全大将军，请他派兵前来？不，来不及了。可是就我们几个无兵无将，即便到了那儿也只能通知村民让他们赶快逃命啊。这样也好，总比都杀了强。就这些个乌合之众，有我们几个人就足够了。半时分，连点炊烟都看不到。我看有怪。队长，咱们还是小心点。步兵离我们还有多远？大约两里。
你先带几个人进去探探路，有什么事用响箭通报。鬼影子都没有啊，是不是听到消息逃走了？放你的狗屁，这些泥腿子怎么知道我们要来啊？弟兄们在那儿追追，出事了？不会，您就请好吧，肯定是这帮小子正在村里大开杀戒呢。不对，弟兄们杀这群狗，烂泥腿和凭几个破木棍子想跟咱们作对，真是活得不耐烦了！弟兄们，给我杀！啊！围观者要上正其品，下正其行，啊，当有大将风度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简直与庶人无异，还像朝廷的正五品大员吗？啊，恩师教训的是，只是不知道外边到底怎么样了。有狄春、李朗他们，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？恩师啊，他们带的都是农民，不会打仗啊。那又怎么样？只要指挥得当，即使是无兵无卒也一样可以退敌。秦朝的玄高、三国的诸葛不都曾经空手退敌吗？是是，你这样张皇失措会令这些老人家心神不宁的。哦，学生惭愧。老人家，老人家，大家安心吧。不会有事情的啊。站住，站住，放下武器者免死。上放心啊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孙先生，狄先生在吗？在里面。啊，狄先生。哦，仁阔，怎么样了？先生，一切都在您的预料之中。三道埋伏，道道见血，杀的这群龟孙子鬼哭狼嚎。先生，到今天
小的真是服了您了。哎，我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吗？那小子已被我们擒住，就在门外。好，把他押到这儿来。是。老爷，老爷，众匪大半被杀，其余的都已缴械投降，无一人漏网。非常好，你们辛苦了啊。先生，您真神了，弟兄们对您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啊。哎，指挥有方，大破贼匪，保一方百姓平安，这可都是你们的功劳啊。我要举表朝廷为你们请功。谢先生。哎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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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。李春呢、啊、你和李朗陪这几位老人家下去休息吧。啊，是是。老人家，几位老人家休息吧。大家请吧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请吧，请吧。去休息吧，没事了。走开。走，快点。跪下。起来说话。起来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的朱峰。啊，你听好了，我只问一遍，说的不对立刻推出砍了。是是。你们的首领是谁啊？原崇州右营将军李凯固。是，真的是李凯固。正是。李凯固长得什么样子啊？黑脸庞，长方脸型，络腮胡子，高个子，两只眼睛特别吓人。血洗东柳林镇是你们做下的吧？不，不是，我们这是第一次下山。推出去砍了。是。哎哎哎，走。我说实话，我说实话，血洗东柳林是我们做的，可那是李将军让我。邱静，长得什么样子啊？邱静。是啊。怎么，你身为李凯固的属下，连邱静都不知道？啊，知道知道，崇州刺史邱大人。他长得圆脸，黑胡须，大眼睛。编，再往下编呢？其实我们虽然是李凯固的部下，但从来没见过邱静。你刚刚说过，是李凯固命你们率人血洗东柳林镇，是吧？正是。那就是说，近期你一定见过李凯固喽？那是当然。哼，我把你个奸猾顽劣的恶贼！李凯固救出邱静，倒返崇州，这二人必定是整日待在一起。可你竟然说从未见过邱静，真是滑稽无比，可笑之极。我真的没有见过邱静啊。那是当然，否则你又何必跟我说谎呢？先生说的是。这李凯固是你们官军的统军将领，镇守崇州。在这之前，你们当然是经常见面。然而邱静是刺史，主理民事，与军中无关，所以你就没有见过他。我说的话你该明白了吧？小的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怎么，你不明白？可是他明白。这小的不明白。哼，不明白。你们是官军啊？是王孝杰派来追剿李凯固的官军。啊，是。您是说他们是崇州的右威卫官军？不错，他就是右威卫麾下的军官。这不可能吧？官军怎么会杀老百姓呢？杀良冒功。怎么样，你是实话实说的，还是我现在就杀了你？我说，我全说。说。这位先生，我虽然不知您的真实身份，但您对崇州的事情定然是非常清楚。前些日子大军惨败，王孝杰将军率我们逃了回来，
本来我们心想，总算是活着回来了，终于可以过几天安稳日子，可没想到李凯固又反了。李凯固为什么造反？听说他私率官军截杀千牛卫，救走了钦犯，大将军派人侦讯，他看到事情败露就反水了。你继续说。李凯固反后，大将军非常震怒，派我们前营出城追剿，可那李凯固哪是那么好对付的，连契丹人见了都哆嗦。我们进了贺兰山后，接连两次被李凯固伏击，打得我们是晕头转向，等明白过来，人家早就不见了，十多天在大山里转悠，连李凯固的影子都没摸着。这时候大将军派人来催，我们前营的宋将军没有办法，这才命你们屠杀当地百姓，用他们的首级冒充叛党，在王孝杰面前邀功请赏。可先生，派出的三路官军都是一样，不慌我们这样做呀。你给我住口！身为朝廷威位，本应该守土保家，卫护百姓，免遭荼毒，然尔等这帮恶贼为了贪功邀赏，谄媚上官，拿着朝廷给你们的饷银，吃着百姓给你们的军粮，竟然丧尽天良，灭绝人性，手挥屠刀虐杀我治下良民。你无辜百姓的人头冒领军功，真是禽兽不如，歹毒之极。小的该死，可这是上官的命令，小的也没有办法。上官的命令。昨夜尔等在山中摆酒庆功，大放厥词，说什么踏平东柳林镇，杀光全镇的百姓，真是痛快之极。说什么既抢得了钱财，又得到了女人，还说什么做土匪比做官军来得痛快。难道这也是上官的命令？怎么这个你也知道？哼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尔等做这样残忍卑劣的勾当，以为能掩天下人之耳吗？说，你的上官是谁？前营将军宋无极。什么将军？衣冠禽兽！谢谢。我问你，宋无极命你血洗东柳林镇，除了杀粮冒功，还有什么目的？他只是说要杀掉镇中每一个人，绝不能有一个漏网，别的就没说了。他是这样说的？正是。来啊，将他带下去，让他牵供画押，严加看守。是。走，走，快。恩师，这般人面兽心的畜生，若不将他们绳之以法，我狄仁杰有何面目去见崇州的百姓？有何面目对皇帝信任所托？我明白了，恩师。在东柳林镇的时候，您就已经想到杀人的不是土匪，而是官军。是啊，当时我只是怀疑，土匪杀人之后为什么要将死者的头颅割下。昨夜在山中遇到了那班假土匪，这个朱峰的一句话点醒了我。弟兄们，明天我们的目标是下窑洼村，大家多看几个脑袋，回去也好交差。哎，走。听了他的这番话，我彻底明白了，这些土匪乃是官军假扮。你知道本朝计算军功的方式全靠斩获敌军首级的数量。当年我为幽州刺史之时，河北道行军大总管宰相张光甫杀粮冒功，残害出城投靠我们的百姓，将他们的首级呈给皇帝展示军功。我曾当着他的面对他说，如有上方斩马剑，愿取你项上人头。此事我听说过，回朝后张光甫向圣上参奏，说您是州将轻慢元帅，因此您也被贬到了剑南道。
是啊，真是没有想到，十几年前发生在张光甫身上的事情，今天竟又发生在这里。前营将军宋无极太可恶了。宋无极在这件事情当中只不过是个小角色，刚才朱峰的话你都听到了吧？是的，这里面还有蹊跷。哦，你想一想，就算是官军杀良冒功，也不至于将全镇的人全都杀掉，而且如果只是为了邀功，他们只杀男人就足够了，为什么还要杀掉那些妇女和孩子呢？那您的意思是，崇州的水很深呐、啊。曾太，你马上写信告诉全大将军，让他暗中出兵，包围并逮捕宋无极以及其他两路进剿李凯固的军队，而后封锁消息，等我回去。是。哦，这封信叫狄春送回去。好。约好的三日之后在峡谷中见面。不错，在下李凯固不敢爽约，今日特来领死。顾兄，小弟日前多有得罪。哪里，我李凯固是个粗人，行事乖张，还望元芳兄弟不要见怪。元芳兄弟，你怎么了？好像你的声音。我的声音啊？是，好像你的声音跟前几天不一样。是吗？嗯，这就对了。真来了，你们男人真是奇怪。我们过去。这我们又见面了。凯固兄，无影针就在你手上。你不是李凯固，你是谁？现在这个问题并不重要，这枚无影针是专门为你准备的，细如牛毛，很难辨认，挺适合你吧。都说李元芳武艺高强，智慧过人，没想到竟然会是这么一个草包。说句实话，我从没想到你这么快就中计。元芳，你知道吗，在这之前我至少准备了十几种方法来对付你，看来是我高估你了。玉芳，你怎么了？
快就要倒下了。元芳，元芳，元芳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狗屁，小子，再用点力！混蛋，打死你！李元芳，你这个猪狗不如的畜生！老子为义气单身赴约，想不到你竟然用这种下流的奸计对付老子！他娘的禽兽不如！你个混蛋，贱骨头，臭死你！李元芳，有种的你出来会老子，让这两个小杂种出来混事，你他妈还算是人吗？有种的滚出来，看着老子的眼睛说话！这是肉烂嘴不烂，我臭死你！对付这种人，光用皮鞭不行，我看得动点真家伙。我再问你一遍。究竟在哪儿？你们的山寨在哪儿？你们两个小杂种，没跟老子说话，让元芳来，老子有话跟他说。哼，我看你真是个贱骨头，定要皮开肉绽才肯张嘴。哼，说不说？小杂种，尽管冲爷爷来，爷要是眨一下眼，就是你养的。快说，畜生在哪儿？你们的山寨在什么地方？小子，说，有种你就再来！真是难对付，打了他算了。走，快走！东林来了！李元芳，怎么样？惊奇吧？你是谁？这很重要吗？你把我当做了李元芳，所以会在这里；而李元芳把我当成了你，因此躺在担架上。原来是这样。说李元芳一条好汉，怎么会行如此龌龊之事？原来竟是你这个狗日的坐下的毒计！这一点你说错了，不是毒计，是智慧。你们两个是一对草包，这个计划得手的太容易了，真令我失望啊！你到底想要什么？对于李元芳，我想要他死；而对于你，我要知道秋静和你的右营在哪里。我他妈的做梦！像你这样的人，长了一个猪脑子，却埋怨别人太聪明，一旦自己落了套，就会骂个不停。哼，骂有什么用啊？于事无补啊！而我呢，哼，我的一个行动马上就会对你产生作用。这是李元芳所中毒针的解药，只要你说出秋静在哪里，你马上就可以救活李元芳。当然了，你不说也没关系，我不会把你怎么样，只是李元芳会死，而你当然会愧疚一辈子。我怎么想说了？我如果你说了，就会对秋静愧疚终生。看，你可要想好啊！杀了我吧！哎，我当然不会杀的，我还要看着你愧疚终生呢。狗日的，我跟你拼了！你看，说着说着又来了。对愚蠢的人，除了这样，
似乎再没有更好的表达方式了。当然有，那就是一个最愚蠢的人拼命表现自己聪明。谁说话？谁？谁？谁？是谁？是谁？是谁？谁？是我。是你？你？现在你知道自己是最愚蠢的人了吗？你中了无影针，怎么可能没事？因为我根本就没中无影针。不可能，我亲眼看到你的手上插着毒针。那不过是个把戏，我用掌力将无影针吸在了手掌心。你怎么了，凯姑兄？你现在还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吗？你是跪下受服呢，还是要我动手？你就那么自信能胜得了我？刚刚你说李凯固的那些话，现在都应验在自己身上。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. Below the video, please leave comment, click like and share.